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埃登·皮尔斯，我来自旧金山。看门狗主角埃登·皮尔斯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戴。埃登·皮尔斯到了洛神都市可以干什么？他的手机侠还能猖狂吗？当然可以。这个就是制作钢铁侠的那个模组的那位大神，哇，真心大神，他几乎把看门狗里面我反正感觉还原度达到了80%以上，特别之牛逼。停，没停下来，我的该走。哇，炸，哇，然后大家看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跑步的动作都是跟埃登·皮尔斯一样。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显示二键的时候嘛，所以有其他的控制，我们按一下二键切换到 camera， 就是摄像头。我的个，是不是牛逼略屌？可以同样进行操控，然后把它也切换掉，我们可以切换到这个地方来。而我们人在这儿，按二键直接退出，太牛逼了！他碉堡了，他竟然还有这个。它在每一个路口啊，这个肯定是 GTA 5里面没有的，但是它放在这个地方啊，一点都不违和。掉爆了！切。然后我这边没有找到 ATM 机，哎，你敢拿出手机吗？哎，他抽烟。那有种你拿出手机。哎，他不拿。游戏有两种操作，一个是E键操作，一个二键，那个二键是进行操作的切换。这个是什么 ？Camera？ 哎，不对，没弄上去。走，站上去。Whatever。哎，吐钱了，吐钱了，吐钱了 ，ATM 吐钱了。哇塞！是怎么做的？哦，你们想来拿钱的吗？在你们拿钱，继续拿。坏了吗？切换一下 ，free money， 有钱。哇，哇塞！我看他们是不是来拿钱的？他牛逼到什么程度？他连切换武器的标志都是跟那边一模一样。看，一模一样。哇塞！但这是比较可惜的一点的是，我是不会用这个键鼠玩游戏，而这个游戏它的一些操作啊，必须使用键鼠。大家看左下角，怎么现在它不是有一个慢动作吗？慢动作如何激活我不知道。我来看一下。他的那个子弹时间不知道如何激活。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。他这些东西他是怎么找的？这些变电箱啊，这些东西他都能让他爆，你也爆。我们去偷车。红绿灯可以切换。起来。哦，啥这边啊？不行，还是把无敌打开。是不是有看门狗的即视感？第一视角的看门狗，包括动作，他竟然都移植过来了，这太牛逼了！哦，这次的移植真心牛逼。Oh no！ 你不想，你车还想要吗你？锁住他！好了，这车被锁了，锁住。这是锁住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自动驾驶！哇塞！走，我们再找辆车去。我这个地方稍微设置一下，我们重新的设置了一下。现在马路上人太少，车太少嘛。我已经把马路上的车和人呐调多一点，待会车会开始多起来。让我们疯狂的
控制 Los Santos。 哎，姐姐你又来了，你又来了，你这次晒得均匀吗？看我们来玩这辆车，走。然后再按一下二键，走。哈哈哈哈哈哈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。但是这样还不怼，我们搞一辆车出来，我们按 F9 键。我打了一个布加迪威龙的这个模组在里面。哎呀，感觉总是那么牛逼。哎，怎么着火了？哎，这还有一辆车着火的。哦，对，是的，车着火了。哇塞，这个手机太牛逼了，能把车弄着，能把车在那边后胎那个就是发动起来，在那边拼命的磨胎，然后把车再放出去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直接控制他的车。哇塞，哇，这个太牛逼了。再按二键出来，哦，我可以直接控制人家的车。哇塞，这个太牛逼了。你们在玩手机吗？嘿嘿嘿，这个可以控制遥控警报。哇，这个手机可以控制车的东西太多了，可以报警，可以上锁，可以解锁，可以发动，可以点燃它的引擎。我要先搞一个切换到这边来，比如说这是解锁上锁。好，这车已经上锁了，应该拿不走了。哼，我开总可以走吧？哎，可以。哦，好屌啊！锁住。再按一下，我按一个让他在那边磨胎的，稍等啊，就这个。哦，后胎磨没了，让我下来呀、啊！完了，下不下来了，大家别！算了，那你让我下车好吗？哇塞！你看红绿灯一变，他们全部撞在一起了。太牛了！完了，原来艾登皮尔斯你是个平头啊，因为你之前一直戴着帽子，我不知道你什么发型。胎都要磨爆了，看，爆吧！你不知道吧？我是修车厂的，我把整个洛圣都市的胎都给磨爆了。然后，哼，这太牛逼了！走，好，发动起来，走。哎，按错了，走。哎，不对，按错了，操控不熟练。再找辆车，但车好少。为什么艾登切尔斯要骑辆摩托车呢？感觉不对啊。这个它会自动出发。哇，走，疯了，哇，这太牛逼了。走，哇，哎，不要用手机，嘿嘿嘿嘿嘿。哎呀！哦 ，no！那为什么我现在下不了车呢？我觉得很奇怪。为什么？这个模组里面我打了很多的模组，很多个。就是还有这个。我去！我错了。我要把……哦，正好下车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下车了。我们撞下车的。然后我们在汽车这个地方做一个设置。911, please state your emergency. There's a guy shooting over.
我们现在应该是哦，这个地方就不会掉下车。然后这个是不戴头盔，哎，不，这个是不戴头盔。我们还是把灵蛇拿出来。哎呀，为什么不报警啊？你作个死吧，闲着也是闲着呗。哦，警察来了，竟然有这个标识。他们会扫描我吗？哦，大家看左下角在扫描我。哇，这还原度太牛逼了。那不知道以为在玩看门狗呢，就是在玩看门狗嘛。这太牛逼了，走，来吧，警车来，看布加迪威龙的警车，走。哇，这太牛逼了，不知道你们还有警车吧。我能控制坦克吗？带红盾哦，连他的这个射击的命中都一样的。但怎么样就是激活这个慢动作好像不行，我没找到那个快捷键，像 Michael 一样的那样的慢动作。哦，这太牛逼了。哦，这摩托特别牛逼。走吧你，别跟我在这边转，走吧你，不要再跟我在这边。啊，我错了，我应该先躲开的，躲得大。哇，我直接干到五星。玩家，好，布加迪威龙吧，我警车。警车都疯了，走吧。走吧，好，我躲开一点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打了爆炸的模组，这个模组真的打得很乱了。我跟大家说，我为了做这个视频，我大概折腾了五个小时做前期准备工作，但是效果是有的。嘿，哇，太帅了！哦，啊，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当时怎么秒的？炸！哇！还有谁？给我站出来！把我自己给护起来，让你们车开不进来！哼！啊，不行，我要他们车开进来。然后，把武器喷纸，喷纸，打喷纸。哎，这个地方还能换左右切换吗？哦，可以，还是可以切换的，还是可以切换的。上他的车，哎，为什么不给我上？我还需要这样吗？走了，来直播，开一下布加迪，不行，我不要这个布加迪，我要自己的布加迪。然后生成车辆，在车辆里面。然后载具生成载具，啊，不是这个，然后回车，哎，好，我走了，哼，不屌你，啊，我的车，玻璃打爆了，掉一会儿，来 ，Let's go， 好，那我转不过弯，他不是富兰克林林，他不行。我干嘛把拦住自己的去路？脑子有坑啊！艾登皮尔兹是超人级的人，你知道吗？走，后面那辆车也在拼命开，我们看那辆卡车开哪去了。哇塞，开着布加迪威龙的艾登皮尔斯，走，继续走吧，你们都
我们遥控他们车，我们想办法找辆车遥控一下，找遥控一辆警车玩玩。看看啊，哎，就这个，好。这时候遥控警车，我的人在那边，他看上去是不是奇奇怪怪的？哇，太牛逼了！走了。看看看，我用手柄玩一下，看各鬼车技。这个车的速度啊，这版布加迪威龙的速度极高，可以达到500。看它的加，看右下角的加速速度。这一次的版本，我跟大家说，因为我打的模组实在太多了，可能不会把这个所有的模组啊都放出来，但是应该会把艾登皮尔斯的这套模组啊，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出来了，因为我大概打了七八个模组，整个过程比较混乱，折腾了5个小时嘛。哦，走，我们到那个地方去，我们到军事基地去，看我们能不能操控坦克。那坦克不对，对不对？我们传送，走。然后我们把车修一下，载具，随机喷个漆，然后修复载具。哎呀，感觉怼怼的。你看左下角是警星，是我们的通缉，也是一样的通缉。我们能控制坦克吗？哎呀，好像，哎，可以。你还行吗你？还好我撤不掉。上锁，我看你再开，再开呀！你来追我呀！上锁了吧？都被上锁了吧？锁住了没？咱们不能开了吧？哎，还能开呀！刚才不是 luck 了吗？是 luck， 是这么读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打不中我了，好像还能打。哇塞 ！Oh no， 还好开无敌，要不然死了几百回了。遥控他车，算了，不遥控走。他这个二键啊，有冲突，他会把我换成另外一个视角，那看看也蛮好看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也蛮好看的？电影的感觉。Oh no！ 够了，我道歉。道歉要警察还干嘛？报警了，他们报警，车辆报警。看我吧，哇！你看我想办法把这辆车直接开出去，不走门，开出去。因为这个车速度太高了，我稍微找个坡就能开出去。这边好像有一个，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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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出去了。哎呀！哎呀，给打掉下来了。这个车改装过吗？不管它，就这样，就这样也很屌了。这爆炸场面，丢不了。不行，换一辆车。去，玩家哦，不是，载具，真正载具，汽车，宝马A8，有吗？在这儿，我的宝马A8，走。Oh no！ 神经病！修，有我在，什么不能修的？宝马A8就没有明显没有那辆车快，看到没有？但是不用怕，我们按 F9 键，在汽车这个地方回来一个，往后面。把这个加速功能打开，马力打开，照样是一辆牛逼的车，照样可以干到500公里，看到没有？我去！也就是说这个模组
有修改器的玩法，两辆新车爆炸，那个时速表，艾登皮尔斯的这个就是看门狗的这个模组，一大堆。哦，感觉屌屌的，有木有？有木有？哇塞！正常的车怎么可能这样开上去？但是这还不够，你看我给你玩个好，给大家看个玩个好玩的，绝对牛逼的。走，我们再变一辆车出来。这边生成载具后进入，生成载具摩托，好，看我的，看我让这辆车飞起来，就是像飞机一样飞起来。我已经玩出花了，现在老大已经是。哦，屌不屌？有木有？有没有？现在这辆车开的还不快，我们先下来一下，然后再上去就可以了。这辆车也变得很牛逼了，应该。哎，好像不是特别牛，也牛逼了。你看这个速度，一下就能上到100多。走，飞行，呜，呜，爽不爽？走，我们飙回家去。这是怎么牛掰？没白，今天没白忙活，没白忙活。这个最后的效果我是满意的，因为太爽了，飞起！啊，还有谁？哦 ，no， 太快了！我们上高速公路，我把它干到白天。哎，我们全世界所有人都持有武器，然后持有武器类型，是机关枪。稍等一下啊，继续，机关枪，再去世界，随机分发武器。啊，月球中立打开玩嘛，就玩个浪的。然后把时间搞一下，对。天气雷阵雨最喜欢的。哦，太阳雨我喜欢。然后再来个时间。好。然后时间锁定。不要开灯，一直浪到晚上了。My name is Adam Pierce. My name is 吹佛。哎，这个不对，这个地方不对，我要到。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们上公路。来来，我们为什么要那样上去？我们为什么要走寻常路？为什么这车开不快啊？不对呀。哦，快了，现在速度起来了。它有时候有 bug， 你知道吗？下了一下车以后啊，它不算我这个加超级速度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不脱帽子，不戴头盔，我头上的帽子还在。哇，哦，爽！哦，这个点也是那个看门狗里面的。Oh no！ 我跟大家说，我还打了一个模组，没打成功，就是这些车辆啊。会根据这个像好莱坞一样车辆翻滚，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激活，是新出的一个模组。我去，哎呀，你是抓不抓杆的？好了，我们飙下。哎呀，不好，它不能这个样子，第一视角有问题。哦，太快了，走！哈哈哈哈 ！Oh no！ 我不要到水里，不要！好。哦，oh, yes， 哎呀，玩砸了，不要到水里。我们再来一个载具，生成载具，摩托车，好，这个也可以，一样的，走。艾登皮尔斯要玩遍这边所有的东西。艾登皮尔斯，你没开过飞机吗？走了，继续走。哎呀，好像开错方向了。
太快，车速太快，我吃不消了。因为我没有使用其他的这个叫时速表啊。Oh no！ 没有启动其他的时速表，所以说只有这个时速表啊才不会爆表，否则一般的时速表会爆表的。可惜没有特殊能力，差评。太卡，太快了，红飞。啊！再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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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再来！哦，能不能再说？哎，我怎么又回来了？妈了个蛋蛋！不对啊，我是往城里面定的呀！我的哥！哦，哎呀，说有没有屌屌的？走，我们从这边上去。哦，这个太牛逼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呀呀呀呀！走，我屌的有没有？不行，他这个车又出问题了，我们要下去再上来，再上车。OK， 车速也开始很快了。Let's go， 不要撤，可惜不能第一视角。太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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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控制不住。我们稍微那个点，我们不能把油门踩到底。哇，电影的即视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配上音乐更有电影的即视感。哎呀，没喷起来，又玩砸了！不，这开太快了，开太快了，不行！走，你会游泳吗？对，会的。你为什么拿一把刀子在手上？好，我们开船，开船，船，没开过吧？想开吧？啊，这个船不对。这个，这个也不对，这个，这个对，这个对，这个对。来，开船走，下着太阳，开船回家。这船能跑100多码，100多公里每小时，不准，差评。这船能开100多公里，你在丢我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原因，就是这个模组的原因，修改器的原因，这个使得这个船也开得特别快。哎，你们想干嘛呀？哎呀，我船不能控制，差评。艾登皮尔斯大闹洛森都市。不行，我喜欢玩摩托，我要玩摩托。有小绵羊吗？我搞个小绵羊来，有吗？没有小绵羊。这个漂亮，白鸟。好 ，Let's go。白鸟是我喜欢的车。有我上不上去的地方吗？不用着急，我们先下来一下，再上去就可以了。走了。哎呀，尊尼。哦，我要有这个氮气加速和这种速度，何愁一些坑爹赛道我过不去？是不是啊？哇，这个大神做的太牛逼了，慢工出细活，他一放出来就是这么牛逼的一套模组系列。别打我，话说什么东西在打我？哎，你还想开吗？你这车洛城都市警察都有钱，拿布加迪威龙当警车，我勒个。哦，哇，这车速慢，太快了！哦，我不是要走这里哦，也行。啊、哦！这！我让你们再来追我。我不会，我不大会用。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不大会用箭术玩这个，你知道吧？再追。Oh no！ 好，那么追。管你哪儿的 PD 呢？
我是艾登 PD。 我要这边设置一下，就是不会被抓啊，不会被抓出载具，然后我们就可以，哎，看着我们在这边被打，哎嘿，以这样的视角，感觉屌屌的。看看，你看我们这样就固定的一个摄像头，我们还可以开，哎，牛逼哦，牛逼哦，没有过哦，哦 ，no no no， 回来，哇！跟我玩呀，跟我玩呀！哎，我们来这样开，固定向摄像头。哦，哦，走喽，不鸟你们喽。哦，这个爽！啊，来！好久没有玩模组玩的那么嗨了。哦，那天玩蝙蝠侠那个也蛮嗨的，可惜他这个 Adam Pierce 不能慢动作。那辆那个布加迪威龙远处的贴图没有，它只有近处贴图，所以不大适合于给把它打到里面，否则的话整个会出现一些错位。它远景的时候，因为每辆车有不同的清晰度的模型，好吧，给我停下来，给我走，报警了是吧？报警我不要，报警就不要，搞前面那个。再来一下，上锁，再来一下，走吧。走吧，啊，走吧，你这个也走吧，走吧，我弄。哦 ，no no no no， 哦 no no no。对了，我再给大家带个玩个好玩的，来凑合。我们去机场，去机场还是去这边的？去机场，开车到机场去，好玩的，特别之牛逼的。这现在开起来，你这速度是不是有没有屌屌的？哦，他这个还原度真心太牛逼了！开！我们保持在100-200左右的。这不知道以为真的在玩看门狗呢？我靠！看门狗就这尿性，满图的图标。我们飞一下。哎呀，飞不过去。Oh no！ 走三走七 ，Oh shit！ 嗨！这边可以走啊，这边也可以，我来玩这个。要不就这个。哦。我要玩的捕食者一个，没有过瘾呐。走，白鸟是可以日强的，但是我太久不玩这个 GTA 了，日强我都忘了。啊，我这个墙上去，还能上去吗？老戴，你技术还在不在？别丢人呐！啊，好像这边可以上去。哎，我真的忘了，真的忘了怎么日强了。哦，不行。哦，他会有那个我要的那个剑有冲突，开上去也行。哦，这把时间玩的好像比较长，哎，没事，到时候下次再玩一次。这个模组我喜欢，是吧？老观众是知道我的，我们曾经也是开坑图的人，开了几百局的人。哦、oh, no！ 啊，屌屌的有没有？走，上！这个太没样子了。走！走！他的 2B 键是切换武器的键。手柄，哎呀呀呀呀！那 RB 键我需要那个的，需要日强是需要 RB 键的。
太少了，可惜没有火箭筒，我的蛋蛋，我竟然切换不出我要的。这个能切换吗？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炸！本集到此结束。喜欢的话，我到时候再来做做死，或者在直播的时候就这个模组来，这个模组包来做做死。最后一跃。走了，大家拜拜。这是怎么尿白？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掉水了。完了，不行了，好吧，最后我们在水里结束吧，让一切趋于平静。话说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好吧，大家拜拜了。这样不行啊，不帅呀、啊，丑爆了。不行，我们还是要，到一个帅一点的地方。哎呀，好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艾登皮尔斯。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个综合性模组吧，因为模组有的之前是做介绍嘛，那这次基本上是娱乐了。看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干一件事，让我们再哦，还有一个没给大家介绍，按 Q 键按住不动可以切割，左右吧，好像是，怎么换歌？为什么不能切割啊？应该随时，它随时可以放歌的呀，这个有 radio 呀。看一下上下，先把这个收起来，看这个勾键，按哪一个键是？这个不行，按这个应该是可以放歌出来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放了。我之前也放出来过，哦，行了，哎，放开啊，行了，行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出来的，我是键盘加手柄一起弄的。我是用键盘的 Q 键按住不动，按摇杆的右键。哦，用鼠标往右移。哎，又没了，看他逗逼吧。这还是有点问题啊。上下移也可以。哦，它是像一个圆圈一样，它只不过以这样形式显示出来而已。哎呀。大家再见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闹得我真爽啊。